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雅丽。来，小曼妮，李怡怡，手臂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ophie，你知道我们要现在要去干嘛？来，我们去 golf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我们现在要去看动物，我们要坐的酒店的这个 golf 车。Golf car， 坐他们家的车去隔壁吗？看羊，听说有很多山羊。不可能让你下山吧？从这个车吧，对，把那个水。来，我们先走一辆吧。出来啊！休息呀！对。手直接拿过来。可以上车吗？可以啊。OK， 他开另外一辆车过来，我们两辆车。一辆车坐不走，你开呗，他不会让你开。是充电的好吗？要不我跟你讲，我们坐前面，你不用两辆车，你坐后面抖，你抖，跟大比得坐抖。对，然后我们坐前面，就是他们两个坐抖，我们这三也坐不下，也坐不下。他有两辆车，你要干嘛？他绝对不是老板，昨天晚上他是经理。昨天晚上打招呼的经理，我一直认为前面这一位就是经理，酒店经理，因为我们到酒店的时候他主动打招呼，所以我就想这应该就是经理，结果万万没有想到他真的是这家酒店老板，甚至他不止这一家，还有其他项目的老板。哎呀，真的是低调到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想到他会是老板。其实在欧洲这边，很多富人像这一位老板这样子的非常低调的，通常以前有一个老外跟我讲过，通常这种看过去非常低调的多半都是打小就非常富裕的，他不是中途爆发的那种，就打小就是生活在非常富裕的家庭，所以他们的那个人生观啊、价值观啊就不一样，待人处事也不同，人素质非常高。这一位老板他真的是白天给我们当司机，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在就餐的时候啊，餐厅有个人生日，他就负责奏乐。我闻到了好重好重的大自然的味道，羊粪，哇，鹿，哇，我看到了，哎，但是我们不能进去啊。这么多羊，有一只有角，有一只没，有其他三只是没有角的。然后这个老外跟我们讲，他说他山羊上面的角他是自己自动掉的。然后每掉一次再重新长的时候都会在长得会比上一年会更长一些。但是我很好奇啊，那个脚自动掉怎么掉的吗？跟牙齿一样的。跟牙齿一样自动掉是吗？换鹿角。换鹿角是吧？哎，那个不就是磨，中国好像有个磨那个补品的，好像是磨一样，他在拍我们。我已经摆好 pose 了。来，赶紧，这个羊才好看。哇，这羊会吐水的。啊，这个羊会吐水的吗？对。哎，这是什么羊啊？羊驼。啊，羊驼。我跟你讲，羊驼毛很贵的哦。妈妈，待会儿把你的水全都吐了。会吐口水是吗？对。传说中的羊驼毛，就是在他们身上的毛是吗？特别暖和的。你知道吗？马兹马达的呢大衣啊，只要是羊驼毛就卖的特贵。哦，那个牙齿。
说不定你看，让他吐口水看一下。吐口水的啊！吐我们吗？吐！说不定赶紧诱惑一下他，让他给你吐口水。快进去！他们会咬人吗？不会。上面没。客气的是谁？我们牌子做亏欠。木兰，我觉得他不是老板，你问他一下，他是不是酒店老板？你好奇，你问一下。好，Mandy。哇哦。Mandy 可以喂哦。过来嘛，你哦，手机。家里餐都不给你吃嘞。这个怎么？他已经白我了吗？我跟你讲，它的毛真的是非常软。真的，它的毛非常软，非常的。不要，Mandy 太矮了，在下面都看不到，你知道吧？来。妈，家庭组织起来了，对比到。Mandy 还真的手想伸过去。我这块没有。说不定你有摸到他头吗？他的那个毛好软啊。这好急啊。好暖和啊。好。你逗他一下，让他给你吐点口水。这话讲的，我觉得你是多放电呀。说不定是不是很好玩？不好玩。不好玩。又不是一个玩具，你不觉得这个羊很漂亮吗？你不要这么样子，来吃快点，别吐它。这还是可爱的，对啊，这眼睛还是很友善的，眼睛好大，好看，而且没那么柔。我再摸一下它的毛，我觉得这是黑色的眼睛。摸哪了？我摸一下它的肚子，它躲了回去。被躲啊？没了。发霉呢？哇，你们太兴奋了！这四只都是公的，问他为什么不放一只母的，那公母会打起来。这老板好配合，我觉得，尽可能的找一些角度让我们拍照，好配合。我是去了那么多酒店，就这个配合能力超强的。阿莱萨比在哪里？对，尽可能的要找出角落让我们拍照的那种。你问呢？他是老板。我在镜头哪里的老板？哇，他真的是老板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一家五星级的老板给我们当司机，然后给我们介绍景点，然后带我们看羊驼。还有山羊鹿，人非常和蔼可亲。我在想，国内如果五星级的老板，应该不可能给客户开车，还这么有亲和力。这老板太可爱了，居然抱了只公鸡出来给我们玩。Master 是谁？我不是酷了啊 ！Master， 他那个名字是 Master。激光是吗？是哭了，你都知道了。说不定你要跟鸡合照吗？鸡的，你有没有鸡冠？有鸡冠的都是公鸡哦。没有的。哎，你有没有抱一下吗？抓住人。但是公鸡的。它这会飞的。确定是公鸡吗？公鸡的。Hello，Mandy。Hello。然后它那个嘴巴会。啄的会疼的。放掉，等一下。放掉都抓不住了，我跟你讲啊。没有，而且你太搞笑了。这老板长得还挺帅的，木兰，你问你是不是单身的？他说儿子九岁，那可能离异的嘛。就能想这些事。哎呦 ，Hello， 麦迪，爸爸。小孩看到这个公鸡太可爱了，好，小的，然后四只羊这么盯着我们，啊，这四只羊盯着我们，四只羊头，他说你来逗我们，我觉得这表情给的很灵活，这就好，
Mandy， 你要走啦 ，Mandy， 拜拜啦，拜拜啦，你们两个要走啦。Amy， 你开车了？走。Amy， 你是下去要？